电商提供给我们方便，但是美好的生活还是需要美好的大自然。只是在人为污染之下呢，大自然是否已经逐渐变得不那么美好？我们来看的是新北市林口，原本号称它是台北的后花园，但现在这个后花园已经快变了调。溪水呢充斥着猪的排泄物，一路流流到了台湾海峡出海口。那么当地有很多居民喝的是地下水，安全亮起红灯，民众的健康也亮起红灯。接下来这个报道当中呢，我们就来看居民如何跟养猪户斗智斗勇。他们跟查缉大队联手，终于抓到了铁证如山。而他们的初心很简单，只想要讨回林口十年前的好山好水。这已经沉淀了。居民带着我们来到林口主要河流的瑞树坑溪出海口，两三年前还是一片清澈，现在令人眼鼻呀！你来看这个河湖标准吗？你看那个气泡，还是这个猪大石，温不利人，起码家拢淋地下水了。看人生的必用品，这样可以吗？从瑞树坑溪一路往上开，有16户养猪，最多一户有1000多头，共有20000头猪，在全台养猪聚落中属于猪型规模，比沿线的5000个村民还多。这里很密集啊，空污染，空污就是你烧厨余的啊。白天的话是用重油的，可是晚上他用那个，我们再上一点，上一点，对，这个东西。乡下地方哦。原本在大陆经商的张先生退休后回到家乡，才惊觉怎么污染这么严重。当家里的地下水过滤完，还会有黑点杂质，也就半信半疑的喝下了。半夜空气中还有难闻味。住附近的亲戚有2位长辈死于肺病，他说和隔壁就是2户养猪户脱不了关系。这是张文忠他大伯的家，他养猪户在对面，哎，这里，哎，这空气污染很严重，很严重哦。上次到什么山坡什么那个烟材啊，我们也是一片祥瑞，你晓得吗？结果那个是烧那个。但是也会辛苦，他们都很健康哎，还割竹笋，也没有发现什么啊。可是，一住院3个月就不见了，他就会水肿啊什么，有影响也是绝对的。居民受不了，再不自救就死路一条，组成水环保巡守队当起柯南，发现有养猪户明明有处理设备，却直接把猪大屎排入河流，养猪户不承认，柯南们和环保局把蓝色液体倒进管子，声称有处理设备的养猪户竟直接就流到河里，没先在处理系统过滤，居民们看了倒抽一口气，这下证据确凿，铁证如山，居民常年喝下地下水，实在不敢想象后果。这次和中央单位的稽查大队合作，在几处主要养猪户旁投放水质远端监测。这个测导电报告，这个手机会传到网站去。对，网站我们直接上网站就看到，可以看到数据。现在在晚上8点左右，或是在凌晨5、6点的时候，它会有2个排放的尖峰。恐怕猪大屎都没处理就排出来，就是那个粪尿的颜色了，就是粪尿颜色。那你有处理好，它的颜色其实是有点像这个板格，有点咖啡跟红色，偏咖啡红的。然后没有味道。对。但你能想象吗？这根没有进到处理厂的暗管，竟是从山上拉接到马路边河流里，源头就是山上的这处养猪户。光是要徒步找上山，恐怕还没有路走。要不是空拍，还逮不到排遗的元凶。但明明有沼气包，有处理厂啊！我们要证明，我们采的方式就这样流出去的。它是有，但是它就没有把它处理好，有可能为了省钱呢，或那个沼气是可以回收当燃料用，菌死掉了。事实上。你的废水处理就没有那个功能了。转到另一处养猪场，为了揪出乱排大屎水的出口，稽查大队深入树林。这个会有啊，那是什么？又是一处出水管，就大辣辣躺在河流边。藏身树林里的大水管，常年这样直接排进河流，还有游客来取用山泉水，看到这儿恐怕都要变脸了。源头也是养猪户。这些水大概只能做灌溉用。
其他大概没办法去做，没办法去做实验。有机物超标就是臭味的问题，就是这些其实就是猪粪尿了。可以喝吗？当然不能喝啊，猪粪尿。之后业者会讲说，我这个水都是养分，都是肥料。它都是养分，都是肥料。问题是你全部都是肥料的时候，这河真的死掉。合法养猪场却掩护非法排放，污染环境，一逮到就开罚。专抓环境污染的大队长和养猪户老是这样猫捉老鼠，大叹这样不是办法，应该要有杜绝的做法。应该是由市政府的农业单位来辅导这十几家的畜牧场，是不是成立一个联合处理中心，由专业的废水处理的厂商来帮这一些畜牧废水的，大家通通，既然我们可以看得到，它管子都可以埋到800公尺了。它其实是管子，大家都可以用直接管子集中到废水处理厂了。辖区主管的新北市政府这么回应：当地民众跟业者本身有共识，中央也有相关的像绿能发电早期处理措施的辅导措施。那如果有业者愿意投资，那设置的话，也可以跟中央申请相关的优惠或补助。没有辖区人情包袱的尴尬，环保署督察大队常常是哪里有污染违法市政就往哪里去，有时蹲在河边草丛里待上整晚，笑称是文史工作者。这一次和当地居民合作，证据确凿，逮到偷排放的污染源，依违反水污法20条罚3万，还要依据排放水质水量经采访基准计算罚款，罚不怕的再累罚，并促使辅导合法处理排放物，青山绿水家园难以复原，至少别再恶化下去。好山好水的林口竟然天降黑雨，房子车子种的蔬果都染黑，居民气炸，终于找到了污染源，到底怎么回事？继续锁定深度调查报告。